一架小型商用直升机3月19日16时40分左右在厦门岛东部海域坠海，机上共四人，两名机组人员和两名乘客，目前已找到三具遗体。当天，中新社记者赶往事发现场，看到事发地海边雾气浓，能见度低。厦门市应急、公安、海事和消防等部门正组织相关救援力量，在现场进行紧急搜救。刚从河南来到厦门的王孝清目睹了整个坠机过程。他告诉中新社记者，在沙滩上散步时就听到头顶上有直升机的声音，没过多久就看到直升机坠海。事发地离王孝清仅100多米远，回忆当时的场景仍惊魂未定。突然间就响了，就落到水里了，而且很快，或者说没听见飞机的这个其他声音，不正常的声音没有听到，看到几个人那一下子马上就掉下去了，是很不好受的。目睹直升机坠海后，王孝清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爱人，随后在现场待了4个多小时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同样在事发地附近的一家大排档服务员燕子告诉记者，大排档面对着大海，事发时他正坐在饭店里面对着大海吃饭，听到一声巨响后就看到海上激起了很高的水花，很大声，特别大声。当时在吃饭，然后突然蹦了一声，然后我就是炸石头嘛，因为我们这附近经常炸石头，没有反应过来，特别大声，然后水花都飘起来了。以前经常看到观光直升机从饭店上空飞过，燕子不敢相信在自己的身边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在慌张之余他觉得很令人惋惜。当晚临近午夜，现场下起了小雨，潜水救援人员用江水御寒之后继续展开又一次的搜救工作，目前直升机坠海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。